1993年3月18號嘅時候，但呢一樹咧，從此咧都係嗰度一分為二。呢個居民住喺呢間呢邊嘅居民，嗰啲人啦，即係我知我有時候我阿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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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沿住呢個牆一直向前行，係有八號界碑咁樣嚇，就以界波點為一線噶嚇，就連成一條線就變成一個分界線啦。意思就係以呢個為分界線嘅。咁而家係點樣咧？而家咧就係收到呢個牆啦。到時候我哋行緊咧就係沿住呢個牆一直向前行。好短嘅條街，好像枪脚啊，那个没有。
冇蕩失路，唔怕。Thank you.